哇！二十幾年喺呢個崗位裏邊，實在係一個祝福。如果靠我自己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放棄咗好耐。我學到嘅就係，就算係冇錢，但係係做主個工，睇得準神嘅心意，慢慢都能。藉著弟兄姊妹身上的见证去安慰激励到其他的人。三十五载感恩路，请留意接下来这一辑《国粤语双声道》的恩语之声。